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一起念开经偈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接下来学习老和尚讲的海贤老和尚之表法首先我们要向海贤老和尚学习的是严持戒律。那我们尽忠学人老和尚指导的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这五个行门呢来修行这个也是我们净土中的戒因戒可以得定我们依这五个行门呢就不随顺烦恼习气了随顺理智了就不会感情用事了不会被境转不被境转了定得住了就能转境了俗话说的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学佛去学智慧学理智了我们上一次呢谈到敬业三福这叫人天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敬业三福出自观无量寿经这个缘起我们要注意到韦提希夫人发生了家庭变故孩子不孝杀父害母真的假如没记错这还是因果好像有一个修行人呢年纪非常非常大了这个国王夫妇可能知道这个将投胎来做他的孩子的结果太着急了等不及了这国王权力大了等不及了杀掉他了所以这个都有因果报应了在其中了所以这个我们修学也是要深信因果就能随缘顺受不会抱怨的不会跟人事对立随缘消旧业那韦提希夫人遇到这个情况她不愿意再待在这个世间所以求佛给他介绍其他的国度用现在的话说呢想移民了移民到好的地方佛给他献了很多国土他也很有智慧他是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他选定目标了，那佛首先跟他讲的是三世诸佛啊，敬业正应，一切佛过去现在未来，他怎么修成佛的，照敬业三福修的。第一福是人天，有人天的基础了，才称为善男子善女人。我们看《阿弥陀经》里面谈的，多次提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个是有第一福的基础。我们没有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我们也不可能去爱别人的。不爱别人呢，就有可能是会恼害别人，会伤到别人的，那就每天在造行殃咯。净土中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了。新殃，那是罪业啊，它会一直积积积啊，最后就业力发动了。所以带业往生呢，是带旧业，不是带新业。每天都在造新的，越造越多啊，这最后是业力发动了，无常就扑过来了。是。下定决心断恶修善，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下这样的决心啊，去克服习气。慢慢呢，这贪嗔痴就越来越少了。这种决心呢，佛菩萨都知道，都会加持。不退道心啊，都得佛菩萨加持。人呢、总要有一种韧劲了，不然很容易退缩啊。要迎难而上啊，百折不挠。学道须是铁汉呢、两字信条要真干。所以这个第一福啊，这个我们不能忽略。所以老和尚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具体教我们怎么落实。这个敬业三福不是拿来背的而已了。要落实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修十三业，落实在这个十三业的这个行持啊。好，那我们看今天进入第二福，还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受持三规是随顺自性觉正境哦。佛法佛宝表觉哦，法表法宝哦表正，身宝表清净。我们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就容易随顺习气了，要随顺自性了，不容易了。所以要有第一福啊，才有第二福哦。具足众戒。所以我们要持戒呀、要建立在三规。建立在十善的基础上。
哦，这个戒啊才能持得好了。哦，所以我们去受戒啊，不能是啊人家邀了，好吧就跟着去吧。哦，这个受戒是要慎重考虑的。哦，你有那个决心了，哦，再来老和尚指导啊。要先学戒，哎，这个不杀生怎么持啊？啊，先学习，哦，等你，哎，这个不恼害众生呢，变成一种习惯了，哦，哎，你去受吧，啊，你就不容易犯戒了，哦，所以老和尚也谈到是张家大师教导他的。啊，先学戒，哦，再去受戒，哦，所以这个受戒不能一窝蜂的，哦，也有一些啊，我们佛门的长老都提到了，哦，哎，你要先持五戒的基础，哦，哎，真的持得好了，哦，那。啊，对于这个菩萨戒啊，要有一些认识，可能之后才适合啊，去持了。哦，不然连五戒的基础都没有，哇，一下很激动了，就去受菩萨戒了。哦，所以学佛是理智哦，做什么事情不是激动的，啊，要很清楚的去做这一件事。啊，佛是觉嘛。而且菩萨戒是心戒哦，心地戒的啊，五戒呢是相上啊，你没有犯这些行为就不犯戒啊，菩萨戒是心戒哦，你心上有就犯了，不容易持哦。好，那老和尚也提到啊，啊，他们那时候要去受菩萨戒。在家人要去受菩萨戒，啊，因为他们要讲经说法，啊，受了这个戒，人家不会讥嫌，啊，因为受了菩萨戒，你要利益众生呢，代佛说法，啊，这个也是慈悲啊，怕人家讥嫌呢，哦，那当然，我们学佛啊。重实质不重形式，我们得要名副其实啊，不能去要一个虚名啊，也不能因为受了戒啊啊穿上这个幔衣了哦，感觉比人家高一等了哦，那这个心态就不妥当了啊，学佛的要越学越谦卑哦。啊，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好，那我们呢？往生极乐世界，哦，符合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啊，又所有善根星星回向啊，啊，这个是有把握的了。啊，一个方向，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所以我们把这个第一福啊要好好下功夫啊。师长提到了世出世间法都通的啊，是三规五戒八关斋戒，这通世出世间。这个八关斋戒 啊，除了五戒之外，哦，当然在说八关斋戒的时候，这个就不是不淫欲了，哦，是不淫哦，哦，你假如受了，哦，这个要注意这一点，哦，啊，其他的，
啊，几个戒条啊，其实我们去感受感受啊，就是为了要离世间，不要贪恋世间。哦，比方说不坐高广华丽之床。啊，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啊，有没有到那个啊以前呢、啊？哦，不是现在啊，啊，你进了五星级饭店，那个床很大啊，然后你一进去怎么样？啊，就扑上去了，哎呀，好舒服啊！啊，双手都张开的啊，这个就是提醒了。啊，不要贪着世间的享受。哦，他这些用意啊，就是不要贪着世间。啊，他不着花蔓，香油涂身。哦，不观听歌舞。哦，你着那些花蔓呢、啊，为的是什么？啊，女为悦己者容，是吧？哦，哦，就希望人家多看看自己呀、啊，啊，装扮装扮呢、啊，这些心境啊，都是轮回心的。哦，这个我们在世间轮转啊，这个《楞严经》说的。我怜汝色，汝爱我心呢、啊。已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啊。哦，你看男女互相吸引了。啊、哦、啊，一般来讲啊，男子重色啊，女子重情。啊，在百千劫缠绵悱恻啊。出不来了，哦，所以最好夫妻要共修啊、哦。但愿人长久啊，唯有念弥陀啊、哦，不然啊，互相牵绊呢、啊哦，这个就不圆满了啊、哦。你看香油涂身，哎，都是为了。吸引了、啊，哦，哦，还有观听这些歌舞啊，啊，你就很喜欢这些玩乐、啊，你就出不去轮回了。嗯，哦，还有不非时时啊，当然这一条主要也是强调了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啊，所以提醒呢，这个吃啊。啊，这个欲啊，食欲呢，不能增长，啊，要慢慢放淡。好，啊，这些都是练习呀、啊，啊，对世间呢，啊，啊，慢慢放得下。当然，你在练的这些过程哦，尽量不要增加家庭困扰、家人的不理解啊、哦。我们学大乘呢，要学的灵活一点哦。老和尚提醒啊，你不要学了啊、哦，结果家里不和啊，你学错了哦，可能学出执着了。哦、大乘佛法要圆融活活泼泼、哦、那沙弥律仪啊在家人可以学、哦、那是出世间法、哦、这沙弥律仪里面呢很重要的是这个出家沙弥啊侍奉自己的老师啊佛法是师道啊佛法建立在孝道、师道基础上。哦，那比丘一定是出家人，哦，受过三坛大戒，哦，
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萨戒，那三坛大戒它是包含沙弥戒、沙弥尼戒的。那古人定修学戒律时啊，时限是五年，五年学戒，把这个戒跟威仪那沙弥律仪里面有戒沙弥十戒24门威仪主要的是要把戒跟威仪变成习惯。五年可以养成习惯。这个戒当中老师的教戒都放在心上。阿难问世佛集中心教导的，从名师受戒，专信不犯。相信老师的教导，然后不违犯，精进奉行。那奉行就是要落实了，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不失所受，不忘失老师这些教导，像老和尚指出这五个行门，那我们随时起心动念一言一行跟六度符不符合跟普贤十愿符不符合，我们还有没有看不顺眼的人我们还有没有在抱怨那这个就不符合礼敬诸佛了抱怨也不符合称赞如来了再来抱怨也不符合忏悔业障了，看不到自己的心行的偏颇处了。以这五个行门呢，不断在一切境缘对照自己的心行慢慢养成习惯了。所以一生都要遵守，不能够违犯。不犯威仪其实不犯威仪还是很重要的要表好法论语这个易经有一卦叫家人卦家人有严君焉家庭里面有君哦父母之位也父母是君呢、在家庭当中坐之君坐之亲不只是父母亲而已还要做君呢、坐之师还要引导掌握机会教育点教孩子家人卦里面又提到这个父母是言有物行有恒所谓言之有物应该是出自易经言之有物就是说话有东西不会乱讲养成习惯你看当父母的讲话随便乱开玩笑你说孩子会很庄重吗这个都是家人卦里面的所以诸位仁者你假如主家庭的这个家人卦要花点时间研究一下里面还提到君子以果行育德果决的行为为什么果决要赶紧教时间过了就不好教了。
所以我们看孟母三迁啊，那要下多大的决心啊，机不可失啊，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啊，这《礼记学记》教导的，重视胎教出圣人，重视三岁以前教育出贤人啊，这个三岁以后啊，教到君子不错了哦，这个家人卦是山下出泉呢、啊，那个泉水啊清澈啊，不要污染了、啊。哦，所以防止它污染了，这个都要很果决啊。你等污染了要再把它变清澈，就很费功夫了。哦，那玉德，你看这个水啊出泉呢、啊。源头要清澈，那父母是源头啊，包含你要找到德的源头来教。对，福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啊，你养育孩子，一定要从孝道教起，百善孝为先。哦，所以。你看这家庭卦里面讲言有物行有恒、啊、你当父母的做什么事情要有恒心、哎、好多好习惯都养成了，还是潜移默化就效法了。哦，这当父母的不能五分钟热度了、啊、那孩子也会很没有耐性了。哦，这父母的做什么就像什么，哎，这个都是威仪了。啊、哦，我们印象中啊，我们奶奶辈的，哎，在家里面穿着都很庄严了，不随便了。哦，好像那个扣子都扣到这儿了，是吧？哎，你这看到老人家是肃然起敬了。好，哦，所以这个养成习惯，一生遵守，哦，然后不犯威仪，哦，在这个基础之后啊，才能学大乘。哦，那大乘呢，要发心，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这个因果啊，不是普通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这个因果、啊、我们世间善法都一直在强调了，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了，哎，怎么在大乘的时候还有身心因果，哎，所以啊，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十地菩萨，哦，那十地菩萨算阶位很高的了。啊，他也始终不离念佛。哦，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我们深信不疑。哎，这完全是从啊净土中来说啊。哦，如果一般大乘教，啊、哦，一般大乘教啊，这个深信因果啊，是相信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个要相信哦。啊，佛开悟的第一句话，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哎，他相信啊，众生都是佛了，他才肯去修啊，他也愿意啊，去护念有缘众生呢，去修行，因为他对这一点坚信不疑，所以我们检查检查。我们有没有曾经我也曾经跟一个长辈讲，哎，你可以去介绍你兄弟姐妹佛法这个长者说，哎呀，他们不会听的啦。首先第一个我们修行人呢，在哪里用功，在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我们常常一提到以前哪个人、哪个事的，好像落人家的印象很深。这个不落印象要练了，不能心里都放很多人家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啊，自己清净心没有了，普贤行练不起来哦。你要礼敬诸佛，你都放人家不好了，怎么练呢？这个机不可失哈，待会觉得冷了，可能就来不及了啊，所以要用果决的行为护念自己的健康。不止护念小孩好所以啊，当我们觉得别人没善根的时候啊，有可能也是自己没善根的。我们都看都落印象了，自己善根不够了心里应该多放别人的好，尤其要放相信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这才是善根哦。修行人关心为要，这个念头不对了，赶快阿弥陀佛用这句阿弥陀佛祝福一切众生都能往生极乐世界而不能又第二句第三句啊，又在批评别人的不好了心净佛土净啊，往生清净心重要啊所以无量寿经里面提到的善护口业不积他过而且我们修行最重要的用真心呢、真心怎么用出来六祖大师说若真修道人呢、修道人就要修真心了，不见世间过你见了过了，这个心就不是真心的状态了所以老和尚在菩提心灌注中整个生命中提到了甚至父母都瞧不起，老师都瞧不起你怎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跟普贤行啊完全相反的所以练不见过啊从哪里练呢？从对待自己的父母这个诗经当中呢有七个兄弟姐妹结果这个妈妈想改嫁这七个兄弟姐妹要劝母亲怎么劝呢
都是谈了自己哪里错了，哪里做的不好了，内心都是感觉，哎，因为自己做的不好啊，给母亲的爱呀、关怀不够了，母亲才会这样的，不是指责母亲啊，指责自己了。哎，这一点呢，我们要去观察体会。你看《诗经》叫什么？温柔敦厚，很厚道，言语非常温柔。你看，都是责备自己，不责备别人呢，厚道啊！啊，那《诗经》第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他透过鸟提醒人呢，啊，对感情要忠贞呢，不能比不上鸟啊，啊，不能重色啊，啊，窈窕那是有德的女子啊，哦，你看言语没有说，哎，你好色不行，这太直接唐突了。哦，那个言语是很柔和的，啊，我们看舜王，他在面对父子关系，面对他的父亲跟后母，哎，他没有做错呢，他都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哎，最后感动一家人，甚至感动天子尧帝了。吃亏是福啊，不能太计较啊。哦，所以人跟人之间，啊，一个全错，一个全对啊，结果是什么？全对的人成圣人了。哦，他怎么成圣人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全错了，所以他成圣人了。啊，在兄弟关系里面也是啊，兄弟分财产，啊，那个谬同自抓，他大哥啊，弟弟都是他照顾的，哎，结果两个弟弟娶了太太了，吵着分家了，他没有指责了，啊，还是我做的不好，关起门来啊，哎呀，读什么圣贤书啊？连自己的家都整不好啊，很真诚，哦，就好像我们看，哎，一个人发自内心知道自己错了，忏悔自己错啊，哎，旁边的人都动容了，哦，所以这忏悔业障的力量非常强啊，也是普贤行哦，哦，真心会现前哦。你看《劝发菩提心文》里面也是忏悔业障啊，这个是菩提心哦。哦，所以我们要练出真心来啊。藕益大师说啊，专求己过啊，不责人非啊。任何事情，哎，还有没有我可能还做得不够圆满的地方，这样真心能够现前。我们还有要责别人的过啊，哇，那就变成互相责过了，这个恶性循环要跳出来。你说他太过分了，他错的比较多啊，哦，那他错八分吧，那我们也还有两分呢，那不就他也指责我两分，我指责他八分，各相责啊，天翻地覆了。我们要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不然真的要提升要进步啊，不容易啊，得要真正啊练出真心来啊。
哦，所以师长这里讲了，我们今天学佛啊，依照佛的教诲去修行，目的是什么？把本来是佛啊找回来啊，恢复真心啊，回归自性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大乘就是教我们回归自性。那我们在一切境界呀，都是提醒自己用真心，这恢复的速度就快了。哦，老和尚慈悲指导我们怎么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五心，就是真心。啊，哎，什么时候恢复啊？任何时候。啊，比方念佛，深深唤醒自己呀，弘明正藏自性啊。所以念佛是要把自性念出来了，拜佛呢，要把自性拜出来哦，这才是念佛拜佛的目的哦。礼佛一代一拜，罪灭沙河，尤其把傲慢调伏啊，我们对于曾经伤害过的众生，过去今生，哎呀，发自内心啊，惭愧忏悔，这个礼拜。道歉，当然尤其啊，没有依佛教诲做完啊，我们对糟蹋了佛的教诲，这个我们也要忏悔了。哦，这一生不能再玩弄佛法，消遣佛法。哦，所以念佛拜佛是要把自性啊念出来拜出来。其实处事待人接物啊，也是都要把真心用出来啊，把它恢复回来了。所以老和尚强调的啊，用五心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具体的就是这五个行门了啊，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师长这里提到了，那我们要恢复自性啊，各个宗派啊，帮助我们恢复自性了。首先是禅宗，是捷径。这个见性就成佛了。我们看禅宗公案啊，六祖大师就他就43个弟子恢复自性了。那教下是慢慢来，一步步向上提升，时间很久，这一生时间不够。禅宗是上上根人。一生时间够了，但假如不是上上根人呢，那这个要修禅宗就不容易了，不一定能契机了。那他也要啊多生多世啊继续不断修学，这个是教下。那我们是幸运哦，我们遇到的是当生成就的念佛法门。这个我们自己啊要掌握住了，不然一般教下那多生多世啊，而且要继续不断了，你断了它要退回去了，
哦，而且我们这个法门当生成就之外，还三根普被哦，上中下根，只要肯依教奉行，都能成就，万修万能去。所以老和尚说，遇到这个法门，中了佛门特奖。好，我看大家没有中了特奖的表情呢。好，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呀、啊，你就会越念越欢喜了。好，这里呢。老和尚举了一个公案，啊，像佛门的悟达国师，啊，三昧水忏上所说的，啊，他能成为国师啊，福报很大。他修了多久啊？连续修了十世。啊，这个是从汉朝啊，一直修到唐朝。啊，汉景帝的时候，啊，这个悟达国师是元盎。当时候有另外一个大臣叫曹错，啊，这个元盎就因为啊七国之乱，啊，结果就建议皇帝啊杀曹错。但是曹错他是为国家着想的，哎，所以他就。被处死啊，他当然很冤哦，很恨哦，所以跟着元盎十世都跟着他，结果这个元盎呢，十世都修行，都是高僧。好，好，所以修到这么大的福报，但是。你看修得那么高、哦、成为国师哦，哎，因为经不起外面诱惑啊，啊，皇上是他的弟子，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啊，啊，宝座像太师一样，啊，这个用沉香啊刻出来的，非常名贵啊。这个沉香很贵的，都是论两卖的。他那个是沉香宝座啊，那个价值连城啊。送给他呢，他很得意啊，很欢喜。啊，这个念头一起啊，护法神就离开了。哦，所以啊，这个傲慢心啊，可修了那么久啊。要调伏他不容易啊。啊，今天啊听到一个同修说了啊，大家一起去爬山啊，结果隔天呢啊，大部分的人都说哎呀腰酸背痛啊，啊，结果他就起个念头啊，你看我一点都没有哦，他不止起了这个念头啊，他还跟好几个人讲，哎，我都没有不舒服啊，啊，结果过两天业报现前，哦，就开始哪里都酸，哦，那可能是他的机能反应比较慢，不止不能傲慢哈、哦，机能太慢，人家代谢快啊，反应马上就上来了。哦，你看连这么一点事啊，都容易起慢心哦。啊，这个四大烦恼常相随啊，警觉性要很高啊，不能被他做主了啊。啊，这个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哦，所以经不起考验了、啊，傲慢心升起来，护法神离开了，他得了个人面疮啊。几乎送了命了、哦、这就是佛门里面所说的大菩萨常常照顾小菩萨，
大菩萨是法界身呢、啊，法界身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些佛菩萨同体大悲啊，在哪儿？我跟大家保证，你身边一定有，看得到的，看不到的。重要的是啊，我们要保持正念呢、啊，这些助缘才进得来。哦，陈德也曾经观察，啊，接触到的同修啊，哎，后面情况很不理想。哦，分析他的因缘呢、啊，其实前面真爱护他的人，真提醒他了，他没有接受。哦，所以这个不是不慈悲哦，啊，自助者天助，自救者天救，哦，所有的缘呢，能不能帮得上我们呢，是我们决定的了。哦，我也有安排一些学习的缘，哦，一些传统文化。哎呀，特别有天分的，我们看了也觉得很可贵啊！哎，帮他安排学习的缘呢，他不一定很积极认真，那这个就没法子了。哦，而当一个人不珍惜缘分的时候啊，他后面的缘就越来越不好，因为他福报化掉了嘛。可是人都是。后悔后悔啊，后面才来悔。你那个缘分没有珍惜啊，福报花掉以后啊，你想要拉拉不回来了。那也不是对方不帮你了，那整个缘你就留不住了。缘聚缘散啊。我现在想想自己善根浅薄啊，那么多机会亲近老和尚。自己也没有很好珍惜、啊哦、那现在遗憾也没用了、哦、那要转成、哦、一有时间了、哎、赶紧要多听了老人家教诲了、哦、所以要掌握因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所以以前听老和尚说没福报啊，哎，现在体会比较深了，就是要珍惜因缘啊，要能呢接受别人的劝啊，难怪老和尚的墨宝写的“福在受见”。好，那这个迦诺迦尊者啊，哎，曾经也啊，视现为一个老人，病得很重啊，啊，结果这个悟达国师看到了，也是很慈悲，很用心把他照顾了。哦，当时这个老人说了，你以后有难了，到什么地方来找我？哦，后来悟达国师生了人面疮，他就想起这个老人了，啊，也是佛的弟子之一哦，你看还住在这个世间哦，迦诺迦尊者，啊，帮他解决了这个关卡，啊，是他的冤亲债主啊找到身上，生人面疮啊夺他性命，啊，迦诺迦尊者。为他说法，劝导他们，人不可以冤冤相报啊！啊，因为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了。你看这句话，我们老和尚法语随文入贯了，不能再跟谁起情绪了，不然就起作用喽。哎，老和尚说搞烦了，
这种轮回搞完了，不想再搞了。你还跟哪个人闹情绪的，那都是冤冤相报啊。别跟自己做佛的机缘过不去哦。咬紧牙关，很短，人生太短了。你看2024年又要过去了。明天是又11月了，好快哦。生生世世很麻烦了，一定要化解呀。化解了，双方都得利益了，都得好处，不然双方都痛苦啊。这是错误的了。他的冤亲债主啊，就这个曹错啊，同意了，接受尊者的教诲，不再报复他，这人面疮啊就好了，所以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呢，就是从这里来的，是悟达国师的忏悔，所以你看教下呢，学了十世了，遇到一些境界。经不住考验了，所以通途法门要成就啊，也很不容易了。所以为什么佛说的啊，末法时期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不容易修了啊，唯一念佛得度生死了啊。黄念老也说了，不管你修哪一个大乘法门，只要不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一生要出轮回啊，不可能的。那这个师长接着说了，佛门戒律啊非常重要，三福。接着末后啊两句，刚刚是说发菩提心呢，这个菩提心要保持啊，那我们自己要检查了啊，你遇到每一天的这些境缘呢，你起了情绪了，这个菩提心就没有保持。你要随侍菩提心，你遇到任何事，都帮助你愿心更强。比方说你遇到这个社会什么情况很糟糕，你不止不受情绪影响，你说这我也有责任，我要赶快提升呢，我这个念佛功夫要更好，这样才能帮忙这个共业能够消掉，这个龙叔王龙叔先生有一本龙叔净土文，印光祖师说看了这本书啊，给他很大的启示帮助啊，对净土产生很大的信心啊。王龙师先生有说了，你今天看到一个人作恶了，你就念佛给他回向，希望他不要继续造恶，希望所有的人都不要造恶。他看到人家造恶了，他的心是菩提心，看到人家行善，你念佛啊，希望他事情做得更好，然后祝福天下人啊都来行善，任何事啊
都可以增长我们的菩提心愿行。我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一个孩子6岁，父母带他出门，一回家，一看家里乱成一团，遭小偷了。一看这个父亲很有智慧了，偷走了，你抱怨也没用啊。马上跟女儿说了，你看这个社会那么多人犯罪啊，就是没有人教他们。你那么小就开始学了，我们有责任哦。本来是可以抱怨的，一转变成一种责任心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这个发菩提心要保持哦，随侍菩提心哦。假如诸位仁者觉得啊，这件事我卡住了，烦恼了好几天了，没有办法转成菩提心，可以提出来啊，我们到时候来探讨一下。这个怎么转成菩提心？烦恼即菩提啊，都是一个念头，不可能不能转成菩提心的。那自己就要会转了。比方说你现在遇到的挑战很大，你也可以怨天尤人啊。可以，你可以转一个念，跟我这样际遇的人可能也不少，我先突破他了，我就可以感同身受去护念这些人了。你看一转变成一种愿力了，不要让烦恼停留相续，它会伤害自己的身心的。或者你幽默一点，现在考验很大，哎呀，老天爷太瞧得起我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嘛，所以我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锻炼自己，修行都要经一番寒彻骨的，我们这一两代人，我觉得太难修了。为什么？我从小没吃啥苦啊，享受习惯了，人家顺我们习惯了，人事环境一拂逆我们，我们就情绪脾气就来了，这个要注意了。那个海贤老和尚都说了，对我们出家人说的，要做和尚，先做婆娘，你要去得下来，可以随时照顾人了。好，这个大乘福，第三福呢，幕后是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总共3条，11句。10句啊是自立，成就自己的。最后1句啊是利他，自己成就了，要教化众生，要帮助别人。那这里也提醒我们，要利他呢，一定在自利的基础上。俗话也说，不能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难保。这就是要劝进其他修行人。学佛的人呢，一定要帮助他。有缘呢，要帮助。而且
在这个缘当中啊，还要练，练出真心来，能够啊，全心全意去帮助，这样才能把自私啊放下。不然，我们自私不放下，这很难提升呢。啊，老和尚说的，你要把16个字放下，才到佛门口啊。哎，首先为谁放下自私自利？为父母，可以毫无保留的去为父母。啊，我们不能毫无保留为父母啊，说我们能毫无保留为众生呢，这个不大可能。啊，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我们自己回想回想，面对自己父母啊、亲人，我们有没有感受过毫无保留的付出？这些都要在境界当中练的，不然呢？我们什么做主啊？自我的感受做主了，自己舒不舒服啊？做主了。好，啊，这个三福啊，是根本的根本。扎根教育，哦，是戒行啊最高指导原则，不可以不知道。哦，老和尚这些有出处的啊，哦，《梵网菩萨戒经》讲了，孝名为戒友，戒的根本是孝亲尊师哦，孝名为戒，当孝于佛啊，常念师恩呢。啊，一名智子，孝为什么称为戒呀？啊，因为我们提起父母啊，我们就不敢作恶了，这些恶行就止住了。啊，所以《弟子规》说：“德有伤，宜亲修啊。”哎，我这个是行为会不会让父母啊，让师父上人蒙羞了？哎，一提起孝敬尊师啊，这个恶念就下去了。好，啊，我们接着第二个科目啊，六合。啊，我们是个小团体呀，团体不大。啊，印光祖师啊教导我们，啊，在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道场越小越好。哎，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道场啊，专门依照印光大师修行，然后越盖越大。啊，你自己要会判断哦。这样是不是依应主修行？啊，他是打着应主的招牌，但是不一定照他老人家的教诲做哦。我们现在常常会搞这一套哦。哦，我们就看我们自己圈内吧，都打着老和尚的弟子哦。哎，他处事待人接物有没有效法老和尚？依老和尚教的做。假如没有啊，那都是搞名闻利养了。啊，这个我们自己要冷静判断了。应主是大势至菩萨再来啊，那智慧是圆满哦，等觉菩萨哦，他的话我们不能忽略哦，不然可能那个错路就
岔出去了。菩提道上岔路很多，得要依经典，依祖师哦。你不能谁跟你一讲了，你的观念就被扭过去了。为什么呢？能用功。那可能我们就想了，那人很少，那用功得利益的人、受益的人不就少了吗？我们想想海贤老和尚，他们常住多少个人呢？哦，你看老和尚底下提到了，道场大了，富丽堂皇，变成观光旅游点了，你根本没有办法修行了。每一天观光旅游的人那么多，你的精神要用来接待他们、照顾他们呢？所以不能修行了。道场不超过20人，来佛寺里面住众啊只有5个人，有时候3个人。乡间小庙啊，是破旧的一个小庙，只有几间啊茅棚草屋，又偏僻，没有人去。常年没有人去啊，烧香，没有香火，没有供养，全靠自己耕种。如果自己没有勤劳耕种啊，他们吃饭都成问题了。啊，这样好修行啊，生活是修行，工作是修行，待人接物都是修行。他修行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因为我们提到六合了，是谈团体了，不在排场啊，不在人多，而且弘法的团体啊，为了什么啊？为了利益众生得法益啊。那假如我们团体里的人我们都护不好了，能护得好广大的大众吗？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哦。不然我们就干自欺欺人的事了。你近处都不能感动，不能受益，你怎么急原则？好，今天一个弘法的人，家里的人都不受益了，家里的人身心都出毛病了，他在外面点击率几千几万又有什么意义？他情意不足了，他的心是这个状态啊，他讲出来的东西很难没有偏颇，因为言语是心之声，是从心流出来的。所以这个时代啊，儒家的次第还是很值得重视。你看，格致成正，修身齐家，从自己内在的修养习气去掉，然后要尽本分。没有修身齐家真实的功夫啊，你怎么去解决别人修身齐家的问题？那个好像今天我还听到这个刘树云老师说到，说有一个人讲《无量寿经》啊，好像去听他讲的人不少。那讲课的人说了，你们就听我说就好了，不用看我怎么做。那刘老师说的，一定又有一堆人被他忽悠了。这个大众要会判断呢。哪有时候他只说不做的？
啊，那就是口才好了，那不是真正啊用心去落实经教的了。哦，老和尚说的，做到再说是圣人，说了以后能做到是贤人，说了以后做不到了，那是骗人的。啊，我们不能，不会判断啊。好，那这个三福啊，哦，所以这个三福他们真做到了，不但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不但如此，他们真正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这是讲到啊，来佛寺啊里面这些常住，哦，这个海庆老和尚啊，他们都是一句佛号啊，念到底啊，哦，他发的菩提心啊，这是老和尚给我们分析哈，就是藕益大师所讲的。深信切愿，他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见阿弥陀佛，其他都不求了。哦，深信切愿就是大菩提心，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不是假的，真心想生到极乐世界，想亲近阿弥陀佛，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决定得生净土。啊，这是深信因果，念佛是因，到极乐世界是果，到极乐世界就保证一生成佛。哦，所以法门无比殊胜呢。啊，要认识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怎么认识呢？哦，都在无量寿经里面。啊，这里呢，我们啊要想到藕益大师说的，往生与否啊，在信愿之有无。啊，往生的品位啊，在持名之深浅，哦，那持名是念佛了，行了，哦，那信愿之有无啊，那这个信愿就是菩提心了，哦，我们看无量寿经发菩提心，啊，阿弥陀就是信愿行，哦，那无量寿经的行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两部经是一部哈，啊，遣词用句不一样，意思一样的，啊，哦，所以他能真信切愿了，哎，这个就是菩提心了，啊，《劝发菩提心文》也说到的，念求生净土，这个是菩提心了，愿生极乐。厌离娑婆，哦，不再留恋世间了，哦，好，哦，而一个人呢，这个念佛的浅深呢，从哪里看呢？从他念的信心，啊，从他念的这个喜乐心可以观察，哦，越念越欢喜，啊，哦，就很相应了，嗯，哦，越念越有信心，坚定不移，啊，我们念佛人呢，要
看破生死，不能怕死哦。老和尚说的，根本没有生死啊。六祖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不生灭呀。不能误会这个臭皮囊是自己哦。这个法身才是我啊。这个臭皮囊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哦。我们现在毕竟啊，因缘使然了。我们吸收的空气呀、水呀、食物啊，在这个时代或多或少啊，都可能吃到一些污染的东西了。所以就会影响自己的身体了。那很可能会得一些疾病，严重的疾病啊，我们首先呢不能担忧死亡，对生死认识清楚了，我们都很清楚自己要去哪里啊，那是一种解脱啊，不应该害怕。应该希望啊，阿弥陀佛今天就来接我。大家想一想，活着轻不轻松啊？不轻松啊！不要挂碍了，万缘放下。我这些年呢，遇过几位同修，他只要都生了重病了。只要下决心不求生了，因为病得很重了嘛，就一心念佛了，没有超过七天的都见阿弥陀佛了。这个我很相信，为什么？阿弥陀佛同体大悲的，他看你病苦啊，只要你放得下，他马上把你接走了，是吧？你看我们世间当父母的人，看孩子在那痛苦呻吟，都起个念头，哎呀，老天爷啊，你把他那个病痛移到我身上吧。世间父母都有这样的慈爱了，阿弥陀佛。你看很多公案了，周广大得了癌症治不了了，没学佛，人家一给他讲啊，他有善根，接受了，马上念阿弥陀佛，好像没几天，阿弥陀佛就把他接走了。遍救今朝成佛去啊，我们今天就往生了。阿弥陀佛第一句话，傻孩子，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乐邦化主以贤此啊。好。所以要归心世间哦，世间呢不能留恋了，三界东苦啊，这个世间哪有乐。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啊。五阴炽盛啊，要看破这个真相啊！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啊，众苦兼破啊！看破就能放得下，不留恋哦。你看这个后面是极乐世界妙国土啊，家里挂一幅吧啊，或者。这个电脑荧幕放一张吧。每天想着我赶快去了啊。进去就是做阿惟越智菩萨了。这一句阿弥陀佛
万德洪明就是通关密码啊，念相应了就进去了。好，那啊，我们能有这样的信心、欢喜心呢，是因为我们真认识了阿弥陀佛的慈悲了，啊，认识了极乐世界的殊胜了，啊，那要有很深的认识啊，啊，那要深入无量寿经。所以都在《无量寿经》里面，啊，难为，就很难得的因缘。黄念祖老居士啊，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注解，啊，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注疏来注解《无量寿经》，啊，太难得了。这样的机缘不容易遇到啊。哦，我们刚刚讲到啊，珍惜因缘的人有福报，不珍惜哦，这个福就折损掉了。啊，黄念老师通宗通教啊，显密圆融啊，啊，一个人能在几个宗派都是成就的人是不多的，禅宗、密宗。禅宗证明开悟的，密宗也是金刚上师哦，然后归心净土，要又给《无量寿经》做注解，啊，又跟着夏老几十年做弟子哦，深得他老人家的心要，啊，而且他老人家黄老师在病苦中啊。竭尽全力啊，把这本经啊注圆满。哦，我们要念他老人家的恩哦。哦，所以显密圆融啊，解行都值得我们赞叹，值得我们学习。哦，好多精彩的开示啊！啊，黄老说的。喜欢是留恋娑婆，讨厌也是留恋娑婆，这是感情的情见。哦，讲到这里了，还有没有讨厌的人？这留恋娑婆，哦，我们修行人警觉性要高啊，这些法语不容易听到哦。要珍惜哦，哦，有个美国同修，好像是文殊圣诞请法哈，哦，啊，问黄老，怎么念念佛啊，又跑掉了，啊，哦，啊，那黄老说的，这很正常啊，哦，不要气馁啊，哦，不要没自信，哎，黄老说像牧牛一样，啊，哦。他跑掉了，哎，再把他瞪回来，哦，这样就很可贵了，都有一个过程的，啊，深处转熟，熟处转深，哦，哦，而且呢，不要去压制，哎呀，气死我了，我要念，念到把这个妄念念掉，哦，你这个念头就是妄念的。而且你很用力啊，可能念的时候还带一点情绪，啊，哦，这个叫去一天凉。你本来是要去一个妄念呢，结果又起了这些妄念了，哦，所以啊，这个任他妄想纷飞啊，听我字句分明，念佛分明。你不要去理他，哦，你一理他了，那些念头都是妄念，哦，所以妄想千般皆不管，一生佛号要分明，啊，自念自听，哦，自己听清楚了，佛也听清楚了，
这样慢慢的心就摄住了。听很重要，都摄六根的这个耳根是关键。所以黄老也说了，就像水啊，你不要去搅它，你不要硬要去压念头，你看那个水越搅越浑，你要让它静下来，自己沉淀下来。一着急啊，这些念头啊都是把心越搅越浑了，要让它沉淀下来。妄想千般皆不管，不要去搅那个水。念佛投于妄心，妄心不得不佛，就老实字句分明就好。千万不要啊把修行搞复杂了。所以这个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不求一心，不断妄想。只要字句分明。好。今天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一起念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